期待他们改编张杰的歌。想象不到一个摇滚乐队去唱张杰的歌是啥样。师傅加油！就见了一个音量低点的一个摇滚选张杰的歌，得多难受。对，我们这些人呢、也比较武侠也，这些人你看一个长多武侠呀都。所以当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，一下就对到心上来了。这挺好，这挺好。我挺感觉找到了，找到了真爱。这刚说完南无，其实就是一定要选一首跟刺猬本身反差很大的歌，大家会想不到我们改成这样。我们选那个《我不是药神》那主题曲。嗯。也许很远，或是昨天，在这。最后选《只要平凡》，是因为我觉得这首歌跟张杰的其他歌不太一样，自身觉得这首歌我挺喜欢的，然后我再说我想给它改成什么样。说一下今天的计划。我告诉你们啊，今儿都得严肃点，今儿咱们排张杰的歌。这次编排我觉得跟以前的思路不太一样，因为他们俩都上班，就没有时间去编曲，只是我自己特别自愿的，我想挑战这事儿。稍微再快一点，这速度有点慢。这个伴奏有问题，这个伴奏回头要适应唱去，不是我的唱来适应它。就是子健，你不能说你什么都没想，然后你上来就找一个你舒服的速度，然后推翻了那一切。没有啊，石璐他没怎么写过歌，他做的这个东西他自己有一个很具体的印象，但实际上我知道这个事儿是不可能的。别没有过程啊！我现在不排练，如果不弹谱，那我直接每次都直接进棚得了。你重新编一个，我不编了。你重新编一个，好吧？你敢用我这东西，我就跟你没完。他现在还不懂他自己那个问题，知道吗？所以我不用再跟他争了。什么问题？你说。就是他不。我不懂，你说。就是他不知道什么是排练。但是我着急的就是此时此刻，我就是你先暂时别出声呢，就这么简单一件事就做不到了。大起来啊！甩起来啊！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要表现出最好的我们自己，啊，表现出最好的南无，你们要表现好啊，回来有奖励。阿兰，弹吉他的、弹贝斯的，多吃点鸡爪子，好不好？然后会灵活，好不好？跑起来！感觉你们对这一轮非常有信心啊。其实我哪轮都有信心。这个就叫盲目自大，懂了吧？啊，下午改编花了多长时间？哎呀，这个、一顿酒的时间？哎，没有没有，也花了挺长时间的，这个一个小时。嗯。这回东西加的比上一首歌也要多。我们这回用了中国鼓，一个32寸的铜锣，飞嗓。不行，他这个没咱们好。没有高潮，他这个就乱哄哄的。哎，乱是因为你根本没有仔细听，不要觉得东西多了就一定乱，搭配好了就 OK 嘛。本来其实我对输和赢没有什么特别在意，当出现南无的时候，我突然有了竞争意识。不是说你们干不掉我们，但我只能说挺难的，希望你们加油努力，好吧？看我的眼神没有，这小沙气，哎。